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，你介绍。就是这是我们平时吃饭的地方，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，这是我们平时看电视的地方。就是我们两个不是说很喜欢一起吃饭吗？这是我们的娱乐区，我们的娱乐区。这个是他们的吃饭和上厕所的地方。对的，就是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的，就是多用，又可以睡觉，又可以吃饭，又可以上厕所。主要是我们这个客厅，我们当时租这个家呢，都是因为这个客厅的，特别漂亮，然后阳光特别好。主要是我们的阳台特别的棒，就是那个时候一进来的时候就很觉得，我们很需要一个在这里晒太阳的。但是主要都是丢丢在晒太阳，确实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，他们很久没玩了。对，当时也是下的学生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平时吃饭的地方，这也是吃饭的地方。这张桌子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什么都放在上面。对，我们什么都放在上面。因为平时一进家门就全是这里的东西。对，其实我本来是这里分的区的，因为这里是保健品区，这里是一些零食区，这里是吃饭区。对，比如说我们会放这种维生素吃。对，就每个人吃一口。啊，只吃一颗啊。先吃一颗吧，然后这是我的卧室，这就是我们两个睡觉的地方，就是非常温馨，非常暖和。就是这两天上海实在是太冷了，这么小的房间都打不暖，还是不错的了。平时我们就是在这睡觉的，我睡这边，他睡那边。真的好详细。